有多远的视野就能成就多大的事。大家好，我叫余怀杰，今年22岁，身高167公分，体重57公斤，台中人，就读国立中山大学剧场艺术学系，主修表演，喜欢原子小金刚，最喜欢的食物是黑巧克力和哈密瓜，是个旅行上瘾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年在台湾要想要完成任务，期望自己成为改变台湾的原动力。